头回答说，家好，我是老杨，今天我们要来弄一个汽车。 OK， 好好好，你们看到标题也看了我的标图了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要用修改器，修改器修改一样东西，好吧，来吧， Let's go。 我们呢，就现在就打开 GG 修改器，之后呢标定我们这里这个，然后我们就标定这个就是旁边，我们按这一个我们就看到这一个东西上面HUMMER 点下去执行，之后就敢 Go 脚本，等它完成之后我们就输入一个字，这个字很简单的是 WAU 就可以了，之后搞定。确定都打这个下面 hash 1，按这个，确定，等一下 ，OK， 已经导入了进去，之后按这个车选择，看到吗？就在我们前面发的，就是这一辆啊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们一定问了，我们要怎样得到这个脚本？其实脚本呢，是一个，我是在一个 YouTube 那边看的，我就把他的那个脚本下载，看了一个影片，就是他教学这一个如何制作这个汽车。那我是他下边有连接这方面的话，我就要下载他的连接，之后我们用修改器来修改，之后就把复制做出这个车，让我们试一下看看。那我们就是进入游戏画面，来进去，等一下，这个机器修改器呢，我给它看题，以下的东西是给复制 ，OK， 那我们提供给大家的话，就等待进入游戏。好，已经进入游戏了之后呢，我们呢就试试开。抱歉，有点卡，请大家见谅吧。这个还想跟我比赛，比你懂吗？我比你。虽然它这个车是有点不稳定，会那个轮胎是死不会滑，这一点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把它弄，所以没关系。就是将它教学一遍，哎呀，想看看，因为你现在去这个，讲讲就是去 PS3 店那边下载这一个版本的游戏，那你们很好奇，进入这个游戏中就没有看到这一个车子，怎样办呢？因为我是用修改器跟脚本来做的。所以说呢，你们看到一定会很好奇，为啥我就没有这一个车呢？那你就慢慢看回我这部影片，重复看吧。这一集呢，先到这里结束了，好吧？那我们下一集见吧，拜拜。